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Xenix， 欢迎大家来 Monster Rise 的游戏康视频。上期呢，我们是做过了村六星的紧急任务，现在呢是接到了一堆，应该是村民委托。现在呢是觉得这边呢有一个是增加潜水艇，就是我们农场应该是加一的这么一个委托，我觉得优先级应该是最高的，我想先给他做一做。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，说实话不太清楚。不太清楚是哪里会有啊，给我感觉上看这个名字，第一个感觉是水墨林，然后那个第二个像沙漠，第三这个 prism 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在火山的那个营地的地方，好像我记得有挖到过。当然这边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任务吧。如果说有没有做过任务的话，可以是顺道做一做。比如说这个，这是在火山的，好吧。先去有没有去水墨林的？这有一个水墨林任务，杀十只小水兽。副任务呢？副任务正好有一个小的怪的屠杀的，怎么？给他不做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接上。然后我记得之前是，对，之前是买了怪力的护食跟不是爪。攻击护食跟防御护食，但找不到人了。防御护食这个东西，总之呢是调整一下我的物品栏，然后给它登记上来。想看一下吧，反正是虾小水兽应该不是很难，主要呢是看看能不能采集到。主要我希望是看那个地图吧，地图的话进去能不能看到，能不能通过这地图知道采集的，这个好像还看不出来。这有一个 Shining Rhino 是可以，试一试。好像在那个金字塔那边见到一些啊，但是金字塔那边感觉上。其实过去挺远的。里面还有个鸟。哎，别跑！这这个狗不要。
我怎么看见大水兽过来了？大水兽果然过来了。这样好像是这个金字塔的。其实可以吃一个这个虫子，有一个虫子应该是更好爬一些。最中间有一个，然后最那边有一个，这能直接爬吗？哦，这可以直接爬。这个看着好晕啊，不要，大家不要盯这个台阶看，盯这个台阶看特别晕，看着天好像还好一点。等于是楼上的，这些都是矿啊。哦，之前我想起来，现在我应该是没有吧，应该是没有。之前好像记得楼顶上有一个门，好像给我感觉是你可以给它炸开似的，在什么地方。而且里面还看了一个东西。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这个相当于是浪费一些时间。不过这个前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啊，你这么跳下来我就没辙了。这个玩意儿，普通的Rhino。 哦，而且这张图的营地我们也是没有看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正好去看一看营地。我老摁错键。看一下这边算。这是个营地吗？
这儿还有个金字塔，这里面是个营地。地图上有一个采集，我就先把那个采集采了。这像个营地，不错。这等于是这边一个营地，如果说还有营地的话，真的是不太清楚。左边石区跟左边那个东西算是营地吗？前面是地下，这样实在是不太清楚了。修炼开始。什么东西？青神兽。我之前发现那个东西在哪里，在九区附近，我觉得再有可能是七区那边。说这个上边是什么？もらっていきます。
桶盖儿，等于是那个喵喵的猫爪那些东西，还是可以，还是有的。这个东西在哪儿？但还是可以上去吗？这个地儿？没有搞懂这东西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形，我是不太清楚是怎么过去。就是都是要用爆弹的吗？
之前发的营地是这区的。我能想到的 Rhino 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我实在是不太清楚。这是之前没有来的那个路。所以这边有营地吗？给我个营地吧。这个金字塔没有来过吗？这个就是，看来都是我运气不好，我这边已经是弄了这么久才找到。
这边采集的东西都满了。但还是找不到第二个营地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我觉得找到一个就也好，去杀小水兽吧。那个就是 Rhino 那个东西真的是太难出了。这边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等于是在二区、三区那边会有营地。雑貨屋へようこそ。又要杀毒狗龙。讲村任务都已经快做完了啊！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去集会去做个任务？没有相关任务。做个探索吧。还可以选时间。这等于是之前
在那个金字塔附近，我觉得是没有，我是没有想会不会有营地，因为感觉金字塔那么大一张图，也不是那么大一张图，就是那么大一个建筑，完全周围是没有东西的。哎，说到金字塔，我可以怎么进去啊？我拿个爆弹，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玩意儿给炸了。这边是爬上去了吧？我感觉这地儿我来过呀。就已经跑后边来了。
头。这是那个 Rhino， 好吧。这样还是找不到营地。去杀小毒狗龙吧。哇，这个狗能打这么远。那是个营地吗？这好像是我之前发现过的营地。现在我是看什么都像营地。会在什么地儿有呢？那边的是小贼龙，这样。在打什么？野猪？等于是这种路上不会有着他们的怪。
像这个图呢，应该是还有一个水道我没有去探过，当然我不太清楚这个营地在水道的几率有多大。我前方看这东西应该是之前那个营地，但这边是什么感觉？哇，这感觉刚才好像帧数好低的样子。这就这么大地儿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会有营地吗？感觉不太像。怎么这个蜂蜜在发光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不管了，实在是找不到，我已经非常努力了。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它叫 Subcamp， 它没有编号，也就是说那张图只有一个营地嘛，找了半天没有的东西是吗？像还有三个那个火山的图的那个东西，我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好。沙漠的应该没有任务吧，就一个火山的。一下找到俩，就等于是没有找错。
哇哇哇哇！这个真是好，很好踩啊！这等于是去杀那个蜘蛛。还给了一个火焰石，哇，这东西还会扑。别打了，我要骑你。这些我这个叉叉跟卡扬吧真的是好，就是进攻性好强啊，都没给他们下达任务就直接跑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杀怪去了。我的那个骑狗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达的？
一直没有骑上，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才骑上。よいしょ。危ないぞ。哇、这样还剩最后一个什么，好像是 Rock Rose。之前在沙漠我有印象，给我一个感觉应该是沙漠的东西，至少那个东西它是三个的，所以说应该不像之前那个 King Rhino 那么难打，也不是难打，就是难出，或者可能之前我太背了吧，一直是普通的那个，就是虫子一直是挖不到，它应该是一个稀有的一个掉落。还是说我这次挖矿的时候是太走运了，我也是不太清楚。还是不太清楚你这个彩票是一个什么几率。然后是沙漠是吧？等于这个这边的这个支线任务就是一定是三个采集吗？这个任务也是需要，也是能打勾的，我都没有意识到。Desert Rose 在北边，因为这个图哦，这个图的营地我已经弄完了。南边是还有一个吗？哦，这个东西。没有拿到。这附近有矿吗？
这个东西的发射方向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不对不对，哇在楼下。踩到一个。这有点，哇！这边我的那个这个沙漠图真的很难吃啊！这个金色的鸟，不是鸟，它好像是虫子，说是。我是有支线任务，我估计之后那个再有那个支线任务的话，我就不接了，因为感觉上真的是很难，就是很难是吃的。哎，我有这个任务，好像我记不清了都。这次我不太清楚是运气正常了，还是说运气不好。哦，这个是这个营地。完成了，真的是不容易。
像至少农场的最终等级算是解锁了，这个是虽然说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功夫啊，但是哇，这个能卖10000块钱，虽然是费了很多功夫，但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看一下，种点什么呢？弄个苦虫。曼陀罗倒是还很多，我目前也是蜜药消耗，至少下位应该是消耗不多的。当然有一个需要考虑的，就是它的一些副产品，我可能是需要我觉得可能是要把这些副产品先去给它拿到一遍吧。蜂蜜跟苦虫的好像都是，这俩都是一样的。Dream Shell 等于是蘑菇系列的是一个，然后这些草药的系列是一个。这东西比较少，我给他先来一波。下一局应该是我的这个 bargain 就没了，没了之后应该是我可以换一换。蜂蜜的话估计我要一直 farm 着，因为是肯定是需要开荒的时候喝这个大回复药剂应该是很多的。这个虫子我可以换成别的，可以先这样。这东西反正是 farm 一回合，我就给它先增强一下。可以。弄了一些采集，这个喵喵探险在做探险任务，它算数吗？好像是算数的。这个雌火龙打了3个壳出来。东西应该是没了，至少农场算是给解锁了，真的是费了很多功夫。这期呢也是很久了，我觉得在这儿正好是结下。下期呢，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委托，还有特别恶心的吗？哦，还有一些特别恶心的，需要照照片是吧？好，还要照这个青熊的照片，其他的东西应该都是狩猎的了。估计呢，下期还是主要目标还是做这些委托任务，具体情况我们下次再说。这期呢就先录这儿了，也是相当喜欢，让我们下期见。